大家好，我是温柔啊，我就是15年前那个胖胖的姐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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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温柔啊，我就是15年前
地长啊，北海中林中学的在2000年毕业的毕业生，今天特地回来跟大家一起拍那些年的 MTV。那些年恋爱的感觉，是蛮不错的，蛮甜蜜一下的。参与这个拍摄的活动，知道了很多绯闻啊，一些不曾听过的故事，回忆起很多很多很多以前在这里的点点滴滴吧。可以，同学，然后可以进来来。想细不好，喂，那变态喂。说现在呢是你们要演，他教你教功课，不干那个还有暧昧的那个感觉在里面。Action。这个擦的了。听我是顶班到班去投顶篮球，加三八，三八单多打，三八多打球。我球你超好了不？你苦的，你要苦要苦的。打篮球嘞。落来是男女主角是步口行行去行火车咯。手感顶下顶下火车咯，我的男主角帅不帅？有人放飞机了，所以他顶义气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等下会有一个这个咯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说你跟女朋友全部会坐在一个地方，然后看到你跟找一个时长，跟女朋友一起走过。跟乖蛋这样的感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蛮难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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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的 clip 是男主角女主角在放歌，所以暧昧暧昧的一个关系这样子，那么也得还不错啦。然后等下他们去点一个孔明灯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放进去。下次。然后手放啊，手拿放来这啊，拿出来，关掉啊，关起来，然后慢慢放，慢慢放。鸡炸了，炸了饼，炸了饼，进来来，滑草丁。那今天回来这边补校呢，主要是跟大家一起配合拍一个简短的一个短片，是主要是想号召大家多多一点鼎力支持。主要呢，就是用这段片段呢，让大家勾起以前的回忆，看见很多朋友的来到参与，所以很开心。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到来参加我们的年初三的那个同学聚会哦，你们一定到时要来。现在 Mr. 想呼吁全部的同学们，
不管是15年还是20年还是10年毕业生，尽量的回到学校来，我们一起庆祝回归学校，谢谢。